到接下来我们 Circus 的舞台活动现场。现在的话呢，请大家往前站一点，往前站一点，离主持人大概一步的距离，好不好？因为我这样的话比较好送礼物给大家。来，先送给你，我们圣诞节快到了，要来先送点小礼物给大家。 是的，今天的话呢，要来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微软的 Surface Pro 4。有没有听过 Surface？ 有听过 Surface， 记得手举高，好不好？后面的朋友们往前站一点，好不好？虽然主持人力气蛮大的，可以往后丢，但是我们还是往前站一点，这样的话大家礼物会比较好拿。是的，我们如果大家有听过 Surface 的话，想要问一下大家， Surface 是平板还是我们的笔记型电脑？都是，没有错，就是我们都是，因为它呢是我们的二合一装置。 大家可以看到是看感觉起来，它很像我们的笔记型电脑，对不对？只要把我们的荧幕跟我们的键盘直接分开，来我们帮的荧幕跟键盘直接分开，就可以发现说它就会变成是我们的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可以来做使用咯。而且呢，今天我们如果说要来继续使用我们的键盘的话呢，轻轻的把它给吸上去，就可以将我们的荧幕跟键盘直接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我们的磁吸式键盘，所以非常的方便。想要问一下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与 女生拿这个，想问一下一般好了，一般的笔记型电脑大概多重？重，2.5公斤，妹妹你有用过笔记型电脑吗？有，那你觉得笔记型电脑重不重？重，我拿一点小礼物给你好了，不一样的，我们的糖果先给你。是的，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们的一般笔记型电脑跟平板电脑都会比较重一点。那今天我们这台呢，它其实在我们女生或者是大家上班族行动工作者都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只有800公克，800公克，所以你拿出去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你今天拿了一瓶的保特瓶矿泉水出门的重量而已，所以它非常适合学生、小子女、行动工作者跟我们的外出工作的工程师等等的都非常适合使用这一台。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好了，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它呢我们这个是金属，是由我们的镁合金金属来做设计，所以它更轻更方便。 更轻更方便，那大家会想说奇怪，中间这一条是什么？它呢是我们的整合式支架，整合式支架。拉错边，因为大家讲的太像了嘛，对不对？整合式支架的话呢，今天如果说你是站着来使用，你可以将它把它给往下拉一点。如果你是坐着来使用的话，你的荧幕想要更靠近你一点，可以自己来做调整。所以它是5段式的整合式支架，请问它是几段式的整合式支架？ 5段式的整合式支架，来我们，我知道东西丢出去，然后没有人要接，是不是？你们不要这样吗？礼物丢出去的时候要接一下。是的，我们整合式支架的话，5段式支架来做使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这些连接部的话是什么呢？第一个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的影像连接部，影像连接部。所以你如果要PowerPoint，如果说你要投影到我们的荧幕上面，或者是你想要看影片的话，都是可以的。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USB 3.0的 插槽，所以你直接随插即用，随插即用。那如果大家想说，如果只是我一般的平板电脑，是不是会担心容量过小的部分？有会担心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 micro SD 的插槽，可以让你直接来扩充它的容量，所以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哦。 继续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荧幕的部分，我们的界面的话呢，可以来先看一下我们的界面。是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还要在那边滑半天啊，或什么的，但是因为它是可以直接来触碰的，所以我们直接来点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使用。今天呢，我们来做的这个实验来好了，因为我们一般模式就是我们笔电模式的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分割画面。分割画面的话呢，我们一般模式可以分割为4个画面，一般模式可以分割为几个画面？ 4个画面，来，我们后面往前站一点，先来送点小礼物。这边的话，手举高，我们这边拿一下哈。是的，我们一般画面的话可以分割为4个画面，所以今天你用一般画面来做使用的时候，你想要来查资料，你想要来做 PPT， 你想要来做非常多的事情，你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面分割为4个画面来做搜寻、来做使用，所以是来非常方便。而且刚刚我们的 小雅有提到，我们只要按两下，它就可以直接变成是我们的全荧幕模式，所以非常的方便。再来的话呢，它的平板模式的话，平板模式它可以分为2个画面，请问平板模式可以分为几个画面？2个画面，来我们这边来拿一下哈。是的，我们平板模式的话可以分为2个画面。再来，大家就想说奇怪，我的手上为什么会有这支笔？但是想要先来问一下大家，有用智慧型
型手机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大家都有用吗？是不是都有用智慧型手机？所以你大家的话，我们在看重要讯息的时候，习惯往上滑、往下滑就可以看到我们讯息嘛，对不对？今天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我们只要从右边往中间滑的话呢，从右边往中间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重要讯息，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适合我们大家平常在用手机的时候可以滑来滑去嘛，对不对？再来手。我手上的一支笔要来介绍咯，因为呢今天只要买我们 Service Pro Go 马上直接送你一支手写笔，手写笔能干嘛？非常方便，因为今天呢如果我们是我们的 Word 档想要来写字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写，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来截取画面的话呢，很简单，我们后面这一个键按两下之后，我们截取画面完你还可以直接来作画，我就默默来签个名了，有没有？而且它是全荧幕的，可以来接作画。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说，哎呦，我的签名怎么那么难看，想要把它给弄掉哈，反过来，后面就是我们的橡皮擦，可以直接把它给擦掉，有没有？非常方便，有方便吗？对不对？来，先送你。刚刚有人有点头，就是有反应。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今天只要在现场购买我们 Surface Pro Go 的话呢，马上送你手写笔，手写笔只要后面按两下，就可以直接变全荧幕模式，直接来作画。想问一下，刚刚有说到我们手写笔后面按几下就可以直接来作画？两下。是的，我们刚刚后面这边有声音，为什么我刚刚有听到声音，但是我没有发现人影在哪里？是的，那今天的话呢，现场我们如果买的话，买 i5 的 128G 以上，会来送大家的好礼不只是这样。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如果你买了 i5 128G 以上的话呢，会送我们的键盘保护盖，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是我们键盘保护盖，还有我们的 Office365 一组个人版，还有我们下面的背贴跟我们的。对，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随行包，所以专属的配件包一份，所以我们的好礼四大好礼送给大家。那如果大家想要来自己体验看看刚刚手写笔的流畅度，而且刚刚说到了手写笔，大家想说奇怪，怎么是只有一种有没有？对，一种的话呢，我们其实这边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可以来做选择。那这个的话呢，来。你看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比较属于优雅一点的笔触，有没有？所以它这个的话呢，有非常多的笔触可以来做选择哦。大家如果自己想要玩的话，都可以来他们旁边直接来做体验，好不好？所以呢，今天如果想要更了解我们 Service Pro Go 的话呢，记得舞台活动结束之后绝对不要走开，移动到我们的摊位里面直接来看看喽。谢谢大家。